酷狗羽毛，他在养吗？看一下羊。有哎，有。他把我们家铁锤咬坏了。对，他居然可以把铁咬断。那个铁锤咬断，我也觉得很刺激。那么其实他的上下颚的力道很大。嗯。但是让他咬也好，免得他牙齿。这是我白内障了。嗯。不是不是，因为。